Yo, morning, guys. 今天呢是拜一，几号呢？给我看一下，我都忘记今天几号，28号。然后昨天呢没有拍到 vlog， 原因是都在剪片，然后又做点 assignment 要开会这些。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我们的 gym session 时间也改了，所以会比较迟。12点才开始 gym session， 所以现在去吃早餐，吃什么嘞？等下就去看，然后现在我就下去先啦。来吧，感想如何？很累，讲不到，没感觉，真的没感觉啊，我觉得 OK 啊。OK， 在你坐。我们啊，培训队没问题啊。你叫谁？OK 啊，没问题啊。拜一，他们主要美好的一天。Monday blue。拜六拜日休息好吗？然后呢，今天拜一就是开始 push 脚 ，OK， 还有一些爆发力，还有一些耐力的东西。好嘞，啊，拜一了，总之拜六礼拜休息哦。然后拜一开始要 push 到拜五去 ，OK， 开始这样了。傣妈做那个会比较辛苦，是为什么？哪个？傣妈做那个有节奏啊？是因为中风吗？不是，你看他为什么做到这样辛苦啊？因为他潮。哎，讲啊！对啦 ，OK， 是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做到 gym 嘛，所以现在接受 gym 会比较累。你应该讲外面的教练烂，外面的 gym 教练烂，你讲。外面的 gym 教练烂，他讲。比如啊。然后有机会有一天我会分享跟一个男的照片，一定要分享。如果你要你 call 我，我先给你。OK， 可以。然后有一天我不够 view， 我找你。可以。你把手帅，太漂亮了。You the best， OK？ You the best。来，对他讲。You the best， Young， come on， Young， come on， one， let's go。抓了。快点，干！快点，慢一点，休息哦。Are you ready？ 我这没有，我不要这样休息，我要这样休息。我要这样休息。坐。Let's go， one， two， three， 我们做到一半，然后有三辆警察的摩托过来，共是什么事情？可能是中投诉，还是看到我们太帅，我不懂什么环境在。虽然他要抓一个人出去讲话，所以我已经跟他讲了，我们就住这边。然后有一些就是很远。住因为有 MCO 关系，所以我们住这边。现在是还要抓一个人出去讲话。反正接到。堵开喂，堵开。慢慢来啊！我可以啊！我跟你们讲，然后流汗的奶妈哦。是8块钱呗。有什么感想？浪费 T 恤。我觉得很帅，这 YouTuber 很帅。浪费钱。我觉得 YouTuber 浪费钱。我跟你讲，不是浪费钱，这个他们会拿来用。注射没 T 恤吗？下次玩这个，你跟 T 恤玩。哦，这个玩，这个玩，这个打鸡蛋啊，我们打鸡蛋吧。OK， 今天的 vlog 呢就这样结束。所以呢，因为哦，他们给称赞我的 vlog 有改变，就是改变在从第一个现在哦，又在讲话，我就听到很爽，你懂吗？所以我就要去问他们多一次，我的 vlog 有没有变厉害？讲多一次。有啊，改变了很多，讲话很自然，我很喜欢，我一直。Yes 啊。来，你讲你哇！我看到你，我就想到那些不该想的东西，讲翻哦。每个虚假，因为我觉得没有进步啦，手快。看到他讲什么？哎，看到他想到什么？你讲。要打他一拳。哦，来，这下来了，快点，碰，快点，痛啊！打你，手臂。不是你讲这边哦，大力哦，你讲可以到大力哦，你讲这边哦，这边哦。啊，对啊，对，可以啊，对啊。这边，我是指这边，你看到没有？对。明天啊。要打脸啊！一巴掌，用拳头。
你觉得下水啊？下水不要答应，不要去做那种事情。打脸，巴掌好啊。还是拳头？巴掌。拳头不可以啊。不可以，这痛。没有。不要讲真的，你的 vlog 真的有变好，有那个有关地气哦，比起之前的，比起自己讲话好啊，之前的怎样啊？比起之前是有点 boring 哦 ，feel 到，只是现在我会追看呐、啊，我会 like 一有 post 我就追去看，一有 post 我就追去看。你很官方哎、欸！我真的，我真的，我讲真的，我讲真的。真的，发誓啊！这样你要发誓你那件事情吗？我发誓 ，in big 是受害啊！不要发誓那件事情啊！不是官方。哪个有没有进步？讲多一次。Okay, 你觉得？你觉得？刚刚看的，真的很好啊。那你下次记得要帮我做件事情啊。做。这个啊 ，OK 啊，可以啊。一巴是给他。给他哪里？给他这里。给他哪里？你要麻了吧？怎么？没有，我们呢？看到你这边讲，看你这边讲。你在中尾播了，你在中尾播不可以播。所以就这样了，晚安，讲晚安。Night bitches。讲晚安，别讲了。啊，晚安。讲晚安。晚安喽，各位。